你说那个男人是谁？不说。王兄的好宝囊，你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好男儿？王兄都能给你。可是你不能远嫁呀！啊！这你这……哎哎，你这不胡闹吗？快快快快，放下！哎，我们再开放，也容不下当场脱裤子的公主啊！你。 王兄，你看，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，赶紧解开！不，你看清楚，这就是王兄给本公主的脚镣，让本公主没有办法走向幸福。那宝娜我，那宝娜我，哎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这是，我只好这样子跳一辈子了。哎，你，哎，来来来，快过来。 你这颗琥珀，不是说可以给人带来勇气跟好运吗？本公主千辛万苦才来到晋国，你就拜托你行行好，让我快点到吉冲身边吧。本公主求求你。川王不缺兵器，不缺粮，缺有志之士，一同加入新编部队，共同杀除灭羊。从军者可获得食粮配给，共同终结暴政。 从军者可获得食粮配给，共同终结暴政。那个谁，你说只要从军就可以见到川王，还有粮食？对，攻打宿阳在即，川王为了练兵通宵达旦，新编部队就是由川王亲自率领。这位小哥，你想从军？ 时刻注意城下局势。是。等等我！咱们晋兵素质越来越差了，这种身材也能来当兵？ 听说你战马照顾的不错，继续努力啊！是。川王的衣服呢？川王已经亲临教场，帮我把这两件衣服送过去。我来。哎，你不是要喂马吗？啊！顺道。都破了这么大个洞还在穿，真有勤俭爱物的美德。但这件新的和这件旧的。 尺寸怎么差这么多啊？小太多了吧？难不成这就是所谓的衣带渐宽？看来他还是在失恋的伤痛里。嗯。
你是在偷懒吗？我这就去喂马，我这就去喂马，我这就去喂马。惊不惊喜？开不开心？耶律宝娜，我是说这个人怎么鬼鬼祟祟的？原来是你。你这身装扮怎么回事啊？为何潜入军营？我担心你失去摘星姐姐，浑噩度日，加上战事在即，影响你心情，所以我只好主动来找你。但又怕你忙于练兵作战，没时间见本公主，所以我只好偷偷混入军营。我没有打扰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在旁边陪着你，看你过得好不好。我过得很好，不劳公主费心。你胡说！看你这腰围小了两寸，哎，你一定是因为摘星姐姐的关系影响到心情，都没有好好吃饭。我问了膳房的小兵，他说你的食量都变小了，对不对？到底是谁没有好好吃饭呀？吃饭，你收了，你吃。少啰嗦，你得先吃三口，才能换得本公主一口。你以为这是你家吗？啊，没见过比我还能讨价还价的。这个，你通通都得吃，不许剩。你吃我才吃，这是本公主的命令。马摘星，小王命令你把所有的食物全部吃掉，不许有剩。哎，不许说不，否则休想让小王教你练剑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原来遇到和自己相似的人会有一种遭报应的无奈感啊。总之你不用再为我做这些事情，这里是备战军营，你堂堂一个金枝玉叶混在这里成何体统？你要受伤的话，我怎么向大王交代？你看你一脸风霜之色，这双手也伤痕累累。你担心我？我是在警告你，离开家这段日子我从来都没有这么长时间没有沐浴过，浑身都发臭了。我也从来没有每天行军练兵走这么长一段路，还要喂那么多的战马，洗那么多的衣服，本公主的手跟脚都已经长茧了，我还要每天睡在营帐外忍受那么寒冷的天气，还要担心会不会有野兽出没。我都已经这么辛苦了，你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，还说我。公主，你为我做这些事情我真的很感动。真的？真的。但是你真的不必再为我受此委屈，马摘星的事情我都让他过去了，我现在过得好得很。先吃吧，吃完饭我就派人送你回家。我不走，除非你吃回这两寸。本公主下定决心的事情是永远都不会放弃的。
先吃饭好不好？你吃我就吃。啊！快吃，吃。Thank you.